飞机 Q 八，三大 Q， 加载一塔。骗不出来他的 E 技能。你丫的！让他先跳吧，不给他跳。凯旋，有点太拼了，这波。他这个被动加致命节奏 A 都太快了呀，其实可以再晚一点再打。太拼了，这波出事就出大问题了。嘿嘿 ，no， 有一段。挑战我吧，凡人，我就在这儿。可惜。哎，我不追。跑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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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 他会跳上来，他当中打滚骗气，假装要 A 他，把他 E 骗出来，再往后 E 一下，直接 A， 不知道 Q 二段斜 Q 二段，三张 Q 推荐，不走就把他杀了，他走的话就让他亏一波小兵。这你敢不走的？凭什么？一刀可以挂点火。有打野也不可以这样子装啊。这个地方 Q 一段是不会被塔打的，一下 Q 二，三张 Q， 三包一啊，好惨的武器。没办法，一直来。对面武器在说话吗？像英雄一样战斗。
干嘛？这是我给凡人的。我车轮战是吧？你看你身上几个眼？那我不是啊，还没机会放吗？我也想放啊，没有机会啊。送该走的，憨。他们的惨叫声，竟如同黄昏时分悠悠的哭泣。坏，不对劲了，出大问题了，连死两波了。这艾克很肥，我们家 ADC 等下就是玩具啊，一下就拍死了。卡 Z， 扛不住他一套。赶紧拆吧，得早点出魔抗了，对吧？艾克也拿了，又拿了我们打野的800块吗？坏，连锁反应了，完了，隐隐的要背大锅的感觉。那下武器已经没价值了。浪费了，你杀就行了，不用让偷的。早点杀，我还有个凯旋的，真不用让的呀，他都不值钱全跑了吗？好难追呀，这两个大人头。
Run.算了，可以了，好难杀这艾特，两级反转加中亚，没有其他技能能杀他杀你一次真难啊，还是被我偷袭到了吧。那我这个装备有一点点好起来了呀，很厉害吗？别逗我笑啊。 A few moments later. 我来了，可以打了，差点被老鼠给射穿了。家伙搞什么飞机呢？要开大龙吧，我们不是在给艾克送龙吗？这样直接一个跳，直接就跳到这个老鼠的脸上，我操！这个图的果子真的太舒服了，直接一个跳，直接跳到这个老鼠的脸上，把这些人都傻掉了。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